接下来自动分析介绍完毕之后，我想要教你，通常在这边，因为有很多家医院，既然有很多家医院的话，我们理论上，我先把这张图先缩小，假设我就先放在这边。通常我这一格假设来放一个清单，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会，就是很多主管喜欢就是说列出第一名、第二名跟最后一名，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来游标来，请先点选到这个地方，就空白的地方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视觉效果，麻烦请选资料表，请选这个资料表。点了资料表，什么叫资料表？其实就是 Excel 那种工作表。好，首先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应该还是要按照就是，例如说时间，然后什么分区业务组，什么医院，可以吗？然后再放这个值，院所指标值，可以吗？就是假设你要呈现详细的资料，是不是大概就呈现这几个内容就可以了？我再讲一次哦，资料表，第一个呈现的当就是日期，就是我的年度季别二。第二个就是分区，我要知道是哪一区。再来第三就是哪一家医院。再来第四就是指标值，医院的指标值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想要放的是什么？好，所以在栏位这边，第一个是日期、年度、季别。那麻烦请把这个年度、季别改这边这个值，它是不是告诉你什么年、什么季、什么月、什么日？能不能改成很单纯的第一个年度、季别二，就是日期，很单纯的日期呈现。那通常你看哦，这个字是不是太小了？这个字很小，我们稍微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点。怎么放大？是不是在格式里面？所以来，请点这个格式，然后请选值，请选到值，然后把值里面的文字大小改成，例如说12，我觉得12我大概就看得清楚了啦。好，我放了日期，接下来我是不是还要放那个区，分区业务组，所以请打勾。好，我大概就知道说2012年的1月1号中区、北区，然后东区，好，以此类推。再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医院名称，以及最后一个院所指标值，